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求三角柱的体积。罗图是一个三角柱的展开图，我们把它组合之后呢，发现这个三角柱两个底面的三角形 AB 线段长呢是5。由图之三角形 ABC 呢是直角三角形，所以呢由商高定理我们可以求出 AC 这一股呢是12，另外一股是5，所以它的面积呢底乘以高除以2等于30。由图之这个三角柱的高是4，所以三角柱的体积底面积乘高就等于30乘4等于120。